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the Zhenbin Fisherman's Club building. Please follow me now. The Zhenbin Fisherman's Club building is located in Keelung, Zhongzheng District. Do you guys know when was the building built? 正滨旧渔会大楼外，学生拿着自制的手写板，详细的解说大楼的历史。Now, let me ask you, how many years has the building been managed by Keelung City Government? A. 5 years. B. 10 years. C. 7 years. The answer is C. 7 years. 来自外县市游客听得津津有味，而负责导览的是他，中山高中国中部的张以翔同学。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加上十足的勇气，终于在陈博期间当起了英文导览解说员。首先，这个活动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有要就是举办，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往后延期。今天终于可以实体的呈现，觉得很开心，至少有成果。然后我觉得这次导览员最难的地方，应该就是要有临场反应，因为游客有可能会提出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临场临时的回答，不能只是像演讲或朗读把稿子背起来，然后念出来。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的导览活动。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学生非常的认真努力，主动搜寻资料，那把资料的部分呢都全部转成英文，那也自己做了 PPT。 那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很多，也是就是对基隆这个家乡这个城市也有更深层的认识。那也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就是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让学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可以展现他们的能力。基隆城市博览会登场，市政府积极培育小小导览解说课程，其中学生们用英语口说，加上肢体语言，台风稳健，也让不少游客刮目相看。城市博览会，我们有一群小小的导览员，从一年之前就开始培训，他们决定自己导览的主题，上网搜寻资料，写导览稿，练习英文口说等等。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除了提供孩子展现的舞台之外，他们也会更认识自己的家乡。在城市博览会的四个假日，小小导览员们在四个展区为大家服务哦。透过孩子的视觉角度，用双语来诠释基隆古迹历史，也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替未来与国际接轨做最好准备。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